1948年年初，蒋介石在办公室内焦急地来回踱步。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只占据着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大城市，在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中，可用于机动作战的部队不足20万，而中共军队在东北的总兵力已超过100万，并将国民党军占据着长春等城市牢牢围住。更致命的是，葫芦岛与沈阳的陆路交通始终没有打通，关外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部依靠空运，随时可能发生的断粮危机使得整个国民党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在此节骨眼上，东北行辕主任程程的胃病速即复发，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历来战前换帅是兵家大忌，但蒋介石不忍心让自己最信任的部下遭到不测，何况陈诚也是被匆忙拉来填补杜聿明的病缺，上任未及半年。如今即便要换人，可又要到哪里找合适的接任者呢？正当蒋介石愁眉不展时，陈诚向蒋介石推荐了一个人，此人便是卫立煌。卫立煌又名辉山，字俊如，生于1897年，安徽合肥东乡卫阳村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时间回到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集26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另加4个航空队，准备对鄂豫皖红军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卫立煌时任中路第6纵队指挥官，辖第10师、第83师，由平汉县东进，向河口镇黄安城进发。8月10日，卫立煌奉蒋介石电令，率第6纵队向黄安攻击前进。不料刚到黄安郊外，就遭遇了红军主力部队。卫立煌先头部队58团遭到重创，面对红军的猛力进攻，卫立煌立即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以稳住队伍阵脚，同时借助空军的支援发起反攻。红军不得已撤退，卫立煌率领部队进驻黄安。卫立煌部占据黄安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各部向鄂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进攻，但各部均临阵怯战，畏缩不前。蒋介石提出了，谁要是攻下金家寨，那么就把金家寨提升为县一级行政区，而且以攻下金家寨的部队长的首领命名。民国开国以来，除了香山县以人民，就是以中山命名，这从来没有哪一个县的以人民命名的，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吸引力呢，蒋介石认为这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9月初，卫立煌精心策划，亲率1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直扑金家寨。在红军主力已先行转移的情况下，卫立煌乘虚占领金家寨。蒋介石大喜过望，并亲自前去慰问，除赠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国民政府又发布通令，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丘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5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命名为立煌县。1934年11月，杭州西湖边的迎春饭店灯火辉煌，热闹非凡。蒋光乃、蔡廷锴率领的第19路军掀起的反蒋风波已经平息，卫立煌指挥平叛主力第5路军完成使命，即将解散，于是在此设宴送别有功将领。宴会结束后，众人意犹未尽，一群人噼噼啪啪打起了麻将。孰料卫立煌到家不久，蒋介石即发来一份电报问：“昨晚胜负如何？”卫立煌马上吓醒了，想想我刚刚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了，赶快汇报，电报回去，
蒋介石当然后来回电过来开一个玩笑，实际上是个威胁。卫立煌接电后既惊且愤，但仍要强压心中愤怒，认真回复蒋介石。经过一阵深思熟虑后，他亲自写了一封检讨性电稿发给蒋介石。午后，蒋介石回复：“戏言也，勿介意，忠贞。”虽说是戏言，但卫立煌仍感到了一丝警告提醒的压力。卫立煌夫人朱运恒看出丈夫的不满，于是就陪卫立煌到上海、南京各地散心，并且暗中向好友宋美龄询问情况。我祖母呢，因为从小是被教会领养，所以呢，她从小也是信奉基督教，跟蒋夫人呢，也是共同的信仰，所以他们关系比较好。我祖父呢和蒋先生一块儿的一些沟通有些不太畅的时候，都是通过我祖母来，通过祖母和那个蒋夫人来事先沟通。据说他们之间呢，平时联系呢都可以直接找，不需要中间转，所以这个关系还是对我父亲、对我祖父的很多事业上呢有很大的帮助。卫立煌呢，在河南省呢，他当时这个给他的呢是一个军权给他了，但是呢，他没有政权，所以工作中这很不顺的，就是他要想做个河南省主席。那么他夫人知道以后呢，跟宋美龄婉转的提到了，由于没有这个职位，他的一些工作还不太方便，所以牵制了他的行程。那么宋美龄就懂他意思了，结果没几天就下榻了。这十余年间，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波澜不惊。在卫夫人与蒋夫人的从中调处周旋下，卫立煌与蒋介石没有发生大的冲突。1939年10月，卫夫人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后来卫蒋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卫夫人死后，宋美龄曾想把自己最疼爱的侄女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介绍给卫立煌，不曾想卫立煌不愿自己的婚姻带上政治因素，他委婉地拒绝了宋美龄，并谎称自己已有心上人。宋美龄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十分生气。没有了两位夫人的周旋和维护，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产生问题后也难以上通下达，由此产生的隔阂导致两人越来越疏远。1937年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隶属于由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的第2战区，由此卫立煌成了8路军名义上的上司。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卫立煌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1941年3月，蒋介石电召第1战区司令官卫立煌返回重庆，由于前线战事吃紧，卫立煌不愿此时离开，但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不得不来到重庆。蒋介石却趁机派何应钦到西安彻查卫立煌通共融共的证据。5月7日夜，日军突然对中条山发动进攻。中条山前扼山隘，背临黄河，是河套地区的天然屏障。日军之前曾8次进攻中条山，但都因为卫立煌的灵巧战术和不断更换部队的策略而无法得手。此次日军探知卫立煌已离开前线滞留重庆，日军司令官小冢中将立即集结15万人偷袭中条山。战区司令长官不在，参谋总长何应钦理所当然成了临时指挥官，但他既不了解中条山的原有布防，更不知道军队的具体情况。结果在何应钦的瞎指挥下，原本被卫立煌称为马奇诺防线的中条山防御工事迅速崩溃。在无法应对的情况下，何应钦只能向蒋介石告急，要求卫立煌立刻返回前线。蒋介石后悔莫及。6天后，卫立煌回到洛阳，但此时早已失去战机。中条山战役呢，确实是国民党在抗日期间呢，比较一个重大的一次失败。因此呢，蒋介石免去了我祖父的1战区的司令的职务和河南省主席的职务。1942年元旦，蒋介石有意缓和与卫立煌的关系，邀请他到重庆黄山官邸出席家宴。卫立煌原本已经答应赴约，
但听说宋庆龄要到孔祥熙家做客，于是就告诉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称自己感冒不能赴宴，却去拜会了宋庆龄。不巧的是，何耀祖竟然忘记及时向蒋介石报告，结果惹下大祸。由于卫烈皇未来，宾主十四人少了一人，犯了基督教徒的禁忌。当他事后得知卫烈皇去拜见了宋庆龄后，更是怒火中烧，立刻下令撤去了卫烈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1942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时遭遇重大挫折，其中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以身殉国，一个万人甲种师撤退回国后不足3000人，第六军、第66军被彻底打垮，各师撤退回国时损失近80%。在此危急关头下，卫烈皇被再度启用。蒋介石对卫烈皇是非常赏识的。所谓这个五虎将，所谓那几个虎将跟那个卫烈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蒋介石心里就是明白了，东北也是下了层层用卫烈皇，远征军也是下了层层用卫烈皇，他就说明蒋介石对这两个人的关系了。就是一方面是对卫烈皇信非常非常赏识的，但是对卫烈皇的这种信任程度又是远远不如陈诚和。1943年11月，卫烈皇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接替生病的陈诚，全权指挥由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及相关部队共2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中国军队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在退回境内又遭遇到严重的挫折，日军尾随而来，切断了这个中国最后的一条国际通道。那么同时呢，对我国的西南边陲呢，形成一个现实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那么当时罗斯福、丘吉尔希望中国军队及早在滇缅展开反攻，那么和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这个攻势啊形成一个呼应。在这种情况下呢，蒋介石就想到把卫烈皇提到这个位置上来。日本得知卫烈皇到任后，当即派出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寺内寿一大将接任日军滇缅战区司令，企图卡住滇缅公路，堵死中国大西南仅存的国际陆路通道。卫烈皇也尽可能向美国争取一些援助，他与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积极合作，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按实战需要指导部队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训练。等到卫烈皇将远征军的12个军、36个师重新整编为6个军、16个师后，这支队伍军容整齐，作战准备充分，已经拥有了发起反攻的实力。卫烈皇指挥的第一个大战役是抢渡怒江，夺回公路权。正在此时，另一支日军突然从广西越过京城江防线，占领贵州独山，威胁昆明，形势骤变。卫烈皇认为，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远征军如回守昆明，怒江对岸的敌人势必乘机过江，
围追我军，昆明也势必不保。如果义无反顾地打过江去，既能控制滇缅公路，又能钳制欲占贵阳和昆明的敌军。审时度势后，文烈皇决定提前发起滇西战役。1944年5月11日，文烈皇调集5个军的兵力，先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汇通桥上游至三江口的日军永久和半永久工事，消灭了盘踞高黎贡山的守军，随后抢渡怒江。之后数月间，中国远征军陆续收复嵩山、腾冲、芒市、宛丁等战略要地。嵩山战役是一场硬仗，也是最大的一次仗。日本这个碉堡超坚固的，就是防炮级的，部队一次一次冲锋，一次次被打下来，到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办法，人逼近以后近距离朝里面，是用火焰喷射器烧。火焰喷射器的温度是高得不得了的，凝固汽油滑进去了以后，那么不管你几层的，在楼下的他躺下去了烧着，在楼上的这个高温上去就一下子就把整个碉堡变成一个烈焰洞。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南坎胜利会师。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认为，百战百胜尚不足以描述卫立煌的战功，称卫立煌是101胜将军。为此，美国《时代周刊》还特别大篇幅地刊出了对卫立煌的专访。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利用中共部队调整等待主力的时机，迅速占领山海关，并攻下兴城、锦西、葫芦岛和锦州。1946年5月，孙立人的新一军占领四平，郑洞国拿下抚顺、鞍山、铁岭和法固。一连串的胜利让蒋介石兴奋不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形势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派系之间明争暗斗，军队内部腐败蔓延，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却励精图治，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深入农村，搞起了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此举不但得到了民心，部队也由此有了充足的兵力。到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达40余万人，野战部队共15个主力师、9个独立师、8个独立旅、7个骑兵团。1947年7月，面对越来越糟糕的东北局势，杜聿明一筹莫展，他的肾病再次加重，只得请求出国治疗。蒋介石无奈之下也只能同意，但杜聿明留下的位置应当由谁来接任呢？蒋介石想起了自己的心腹爱将陈诚。陈诚到东北后开展了一系列反腐行动，但不巧的是，他的胃病再度发作，并与东北的形势一样日益恶化。蒋介石专门派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到沈阳为其诊治，但戚寿南认为必须让陈诚尽快住院做手术，否则性命堪忧。到了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军队在东北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蒋介石又想起了卫立煌，因为卫立煌会打仗，是一个很好的指挥官。1948年初，卫立煌结束出国考察，回到南京家中，昔日旧部随后纷纷前来。卫立煌听完他们的介绍后，立刻意识到东北的烂摊子十分棘手，于是火速夺往上海。但是主意已定的蒋介石岂肯罢休，立即让侍从室直接打电话到卫立煌的上海住处，命令他立刻回南京。回到南京后，每次召开军事会议，卫立煌都被要求出席，蒋介石还屡屡提及任命他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则坚决推说东北已有陈诚坐镇，他熟悉东北情况，比自己更能胜任。从他内心世界，他不想打啊，因为他自己感到这个内战啊不得人心，尤其刚才他刚从远征军上打下来，啊，跟打内战，他
他不想当。第二个原因，他感到蒋介石根本不相信他的，要用他了，叫他来用，用完了就让他走，走人。所以原来应该说卫立煌多少对蒋介石还是这个有些信任的，经过这么一大多少年来以后，老是这样折腾，招之即来，来之挥手即去的，使他很失望的。在卫立煌仍未被说服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8年1月17日直接登报宣布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将任命变为继承事实。当天下午，蒋介石把卫立煌请到官邸一起用餐。期间，蒋介石不待卫立煌开口，便给予了他很多许诺，表示自己将向东北加派兵力和给养，即便不能挽回局势，卫立煌也不用负任何责任等等。东北战场上，长春、沈阳和锦州都已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而卫立煌的拒不出击和按兵不动，让蒋介石心急如焚。他又找回杜聿明，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战场的形势再次充满变数，重压之下，一面是蒋介石的军令，一面是中共这个多年的老朋友，卫立煌的决策会因此而改变吗？的接任者呢？正当蒋介石愁眉不展时，陈诚向蒋介石推荐了一个人，此人便是卫立煌。卫立煌又名辉山，字俊如，生于1897年，安徽合肥东乡卫阳村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不依靠空运，随时可能发生的断粮危机，使得整个国民党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在此节骨眼上，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的胃病速即复发，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历来战前换帅是兵家大忌，但蒋介石不忍心让自己最信任的部下遭到不测，何况陈诚也是被匆忙拉来填补杜聿明的病缺，上任未及半年。如今即便要换人，1948年年初，蒋介石在办公室内焦急地来回踱步。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只占据着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大城市，在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中，可用于机动作战的部队不足20万，而中共军队在东北的总兵力已超过100万，并将国民党军占据的长春等城市牢牢围住。更致命的是，葫芦岛与沈阳的陆路交通始终没有打通，关外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时间回到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集26个师又5个旅，约30万人。